大家好，为什么饭店里的韭菜炒鸡蛋那么好吃？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饭店里的详细做法。醋让鸡蛋蓬松更香，一定要打得起泡，打出的泡越多，炒出来鸡蛋越香。油要多，油要冒烟，泡要多。不到一分钟就得出锅，盐、鸡粉、葱粉、佐料炒之前放好蒜，韭菜一定要旺火，两分钟就出锅。出锅，韭菜炒鸡蛋做好了，美味十足。下酒又下饭，快来试试吧！